你是一个敏感的女人吗？那你是敏感肌吗？敏感肌的女生大多都一样，她们没有一颗说故事的心，却长着一张有故事的脸。她们的故事里，脸红不是害羞，而是红肿灼热。她们总会心痒痒，但也经常脸痒痒。他们的工作风生水起，皮肤却干到飞起。他们不是脸皮薄，只是薄脸皮。春季食材养肤实验室突破以往护肤科技，食萃加植萃加专利成分强效叠加，春季特护为敏感而生，特别添加德国专利抗敏成分德敏舒，高效修复肌肤屏障，击退红肿、瘙痒、脱皮的敏感症状。安全零添加，剔除一切致敏源，温和不刺激。高浓度倍护，肌肤修明小安瓶，小容量、大能量，一次呵护相当于一整瓶面霜营养。七天舒缓敏感症状，十四天强韧肌肤屏障。洁面低泡凝皂肌，温和洁净净肤，镇静拍拍，干痒拜拜。修敏极简成分，锁水舒敏，无负担。强韧增厚角质层，强健脆弱肌，金护肌肤修护加速器，重塑屏障。倍护高浓度德敏舒，治愈敏感小心肌。重点这一支哦，春季牛白安瓶，安瓶拜拜，敏感拜拜，日本权威皮肤协会认证，敏感肌适用。